比初到上两年港滩，政府也多年了，因吹讲天通海呀，天通我都拜。不过也关天时间最少的两点钟，俺也都一九多，等上也数多之二哦。硬是特别寺庙站出的国际天通茶站，展出供养茶的清新产品。虽然太多数量茶路前非俗成本，不过还是各有信心。无论喺天通安静，也喺冲茶路讲三两港滩，毋过从天二两点钟开价，韩国家私铁哥变做推广困难。根据普众总家族显示，爱推通成本下降，韩国多塞从天站。政府有提供相当金额的补助，我们希望把这个电动车，包括二轮车，包括四轮车，能够把它的成本有效的下降。今年的国际天通茶展在台北寺庙举行，参展的业者但是还无非俗成本。专注从天机的发展天机指出，快速从天技术方已经做得到，不过成本未改高。市场上有其他一些车种，它可以号称到十分钟、半小时内就可以充到80%以上。那不过这个成本是相当的惊人了。为了克服充电时间太长的问题，有业者团建设上合作设计出个换电池，消费者最多建设电路做的换到新电池。我们就把新的电池。充饱的换给你，我们把空的那个没有电的把它充调回来。不过高温天使用提天通能进通可能做得，不过天通充茶位储电量过高，无马嘅使用。天通充茶位加时超过800元，咪系民众考量嘅充电。充茶业者指出，无论系设备也系续航力，如已经到两三年长途，对两人生业嘅未来还是各有信心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